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 袁富华，咁我是一个演员，咁亦都系一个导演。不如抽问题啦，带自己咯，最必备的同埋带个脑咯。变性人，同志都做咗，反而挑战一啲好平凡嘅角色。我觉得认真对待佢嘅工作嘅男人就最有魅力嘅。舞台剧冇办法，因为我最开头接触嘅就系舞台剧，唔使问啦，一定系周润发啦，唔解释啊，华哥加油！我真係好中意 Tom Hanks， 一個演角色嘅演員。最開心嘅事係演戲，喺度演緊戲嘅時候，係忘記曬啲唔開心嘅嘢。最想合作的導演黑澤明，你冇問到我係佢係咪再生噶嘛？呢、這個我記得黑澤明喺攞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嘅時候，佢講過一句説話，佢話佢唔識得電影。我最初都以為佢係謙虛。其實越做得耐，我越覺得佢係好真心講，咁所以到今時今日，我都覺得我要繼續努力去做我嘅演藝工作。搭曬。